女人吃它补气血最快，很实用，记得收藏。当归是中药材的一种，它含热糖、多种氨基酸、挥发油、正丁烯、内酯、烟酸、阿魏酸和上萜类化合物，还含有维生素 A、 维生素 E、 挥发油、精氨酸和多种矿物质。具有很好的调理补血的作用，特别适合女性食用。当归对健康的具体好处有哪些？补血养血。当归与熟地、白芍、川芎配伍，可以组成补血代表方四物汤，它有很好的调经补血功效，特别适合于产后血虚女性调理。润肠通便，中医认为精血同源，血虚者津液不足，肠液匮乏易导致大便秘结，而当归有很好的润肠通便的效果，可与麻仁、苦杏仁、大黄合用来治疗血虚便秘。调经活血，当归被古人称为妇科圣药，与桃仁、红花、熟地黄、白芍、川芎配伍，可以做成桃红四物汤，常用于治疗经期提前和痛经。防癌抗癌，当归可用于治疗多种肿瘤，尤其是妇科肿瘤，以气血停滞、淤血凝聚者最宜。防治冻疮，中医认为冻疮虽然是发生在皮肤上，但多为身体阳气不足，外寒侵袭，阳气不深，寒凝血瘀而致，所以在治疗上可以采用温经散寒、活血化瘀、消肿止痛。当归生姜羊肉汤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免疫作用，当归中含有的某种成分对免疫功能低下的机体有调节和恢复的作用，对健康人的淋巴细胞转化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当归虽然好处很多，但是服用也要留意，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。对于孕期女性来说，要禁吃。